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，进行冠状病毒肺炎。欢迎大家来到鹿野高台。车站，礁溪温泉。哦，这里一堆鱼。448号，现在怎样？361号。哦，还不错，好大一间呢。那个公共澡堂，那个就是所谓汤回锅。温泉鱼啊，汤回锅，悠游小径。我看一下，不是，这是十一包。中古参山国家风景区，迷山和平离山邮局，
赶快上车！哇，赞了！合欢山松雪楼，有那个铲雪车啊，传说中的五岭。哇，风雪好大，冻僵了，冻僵了！快，快，握着，握着！哦，好冷，好冷。上山的一路塞啊，因为可能会看到新闻。哇，这整段路一直塞塞塞塞塞，这个头啊，开了。
二水游园区。来，坐哪里？哦，台湾吃，跟台湾的。海角七号。天使的翅膀，港仔。那边呢，就是港仔大沙漠。八窑湾。这边是八窑湾，是不是当初灯色时间琉球渔民他的船只落难在这边，从这边登陆的。大琉球旭日东升，牡丹湾。丹乡牡丹国民小学，牡丹国小最有名的彩虹阶梯。马沙路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那个纪念碑了。哇，这边的字都脱落呢。这写什么？事件由来。回家了，结束行程。走啊，回去了。
柯宰寮渔港。窗户近神伤了，看他们部落是那边一区，那边一区，啊那边有一区。今天水量丰沛呢，我在找这个吊桥在哪里啊？渡渡廊桥。阿里山国家风景区，天空上一片乌云，太平岛阶梯。这是村子的土灰呢，好正。越下越大，你都停了，快去买票。现在44个人。日月合璧，这个雷声超恐怖的。太平云厅，好，就现在在这里拍啊。今天的云雾，它那个云雾是升起来的，硬度不到100公尺。旧的是这样吗？这个是幸福圣心，这边有没有感觉像那个九份？
了，打卡的点振兴车站。换取愿望，这个台面可以让你等火车的时候可以看月亮。我们走了这么远，啊，好远哦！我觉得是那个thank you.
边呢。走。这水好清澈哦，它好像在抓鱼一样。观景台。
现在都靠不近了，它那个海浪都很大。琉球渔民为飞。这是最后一个亮点。好，我们开始下山。山海关上面有留下那个万里长城的建筑。走出来，象山隧道。这最奇怪，都快潮湿的。
社区环境博物馆。生平戏院，装个灯，有光的镜，你的那个镜子，干嘛？范田丰二纪念碑，喏。坡是到十五分钟，今天日多应该没什么哈。2560公尺，我没有看到天池，又像那个，又像化粪池了。为什么每次天池都像化粪池？雪山神木，哇，就这个呀，长了1400年。你现在看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它就在涨了。金钟护国碑、驻军纪念碑，
杯。听到三十三。壮观！啊，天黑了，赶快下山。那个上弦音乐出来了。陈家古厝，这里掉下去过哈，水泥啊，你看水泥啊，维修啊，那个。哎，好特别哦。
拜。耶、yeah!